欸，你是我小时候偶像哎、欸，快！因为他写的东西常常会让我很意外，对。但你们两个写的东西也蛮意外的，心脏喷血啊什么。哎，你会唱吗？我不会，我不知道那首歌怎么唱，我只是看他那个文字，我很感动。是我写的，拜托你唱一句，让我们的歌走红，拜托，我唱都不红到。你唱不红，你那么生气干嘛？这很正常啊。那你要不要唱嘛？好，我唱一句，你跟我一句。好。我说，那怎么感觉痛痛的？唱的有点像他哎，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。耶、yeah, ，那你会学他的那个尾音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唱出自己的 style。他有他自己的 style。好了，快点来。我说那怎么感觉痛痛的？我说那怎么感觉痛痛的？没有，不能转音好。一句一句跟你会不会啊？好，可以来 battle battle。我说那怎么感觉痛痛的？我说那怎么感觉痛痛的？呼吸怎么卡住？呼吸怎么卡住？不是我这首歌。我想跟你聊一个认真的话。右脚，右脚啊。